엄마! 아유, 엄마, 니 뼈가 이리 또 오야, 엄마! 이게! 아, 지금 일어서! 또 엄마 카드 봐봐. 어디, 어디, 우리 아비, 이거 된지 아주 꼼꼼하게 잘해. 뭐 카드, 엄마 인가 되자. 이게, 또 잘 봐봐, 이게. 아마 이게 아마 거 원래 좋아. 아마 시래 혹시 뭐 아니야 저때 배터리 그거 할 수 있어. 아마 시래. 你来是要请你回去的事情。对对，我未甲你离婚。那你来送啥？我已经下决心嘛，我会甲蔡阿美找予你，还着嘛找阿公过啊。以后伊会照顾尤美，是毋是会当请你看到伊囡仔的份上，我即届做好爸爸的机会。看情形，目前已经找机会讲过啊。 奶奶，啊，你唔是希望宝宝会当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你是唔是考虑过有机会一个机会？囡仔总是需要爸爸的嘛。奶奶，妈讲了无唔对啊，宝宝是无辜的，做妈妈的人哦，一定拢真会替宝宝设想，你家己体会上深敢唔是？我还阁会记得。 细汉的时阵，我为着别人剃除你无爸爸，啊，甲人起冤家。迄个时阵，我看到你的目屎，我就知影你的心内真希望有一个爸爸。这是你一世人的遗憾，敢讲你要让咱的囡仔受到同款的伤害？丽丽，请你站在囡仔的立场，也请你看我真心忏悔的份上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原谅？你一句原谅讲到遐尔轻松？ 你敢知影，我受着什么款的伤害？我予我伤害的红婿，受信的红婿，安尼反背我，你敢知影是甚么款的滋味？我知影我伤害你真深，也毋过请你相信我，我会用我一世人上大力量来弥补你。弥补？你是要弥补我，还是弥补我的囡仔？假使讲我无心，你做甚么款的选择？就准讲你无囡仔，我嘛是共款的选择呢。 因为你是我一世人上爱的人。那你蔡优美嘞？你是算啥？你巴肚内囡仔是算啥？假使讲你选择我，你是要面对蔡优美，你是要面对伊巴肚内囡仔？我甲蔡优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。
我已经做唔对啊，所以我袂用继续唔对落去。先做你行到这步，才知影做唔对啊！你先做要让咱三人受到伤害，才知影反悔。你敢知影？不管你选择倒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拢会受到伤害，迄、那个囡仔拢会失去爸爸。而且，你敢娶尤美，敢真正会当撮合你？迄、那个囡仔敢会牵拖你一世人？敢讲我一世人就要忍受你安尼打阵袂煞？奶奶啊，你先莫激动啦，安尼对你巴肚内囡仔无好。这回，啊无你先回去，等奶奶情绪较稳定再讲，好不好？为着要刺激奶奶，我会先离开。也不过，为着要得到奶奶的原谅，我会跪伫个楼卡，一直到奶奶愿意给我机会为止。什么代志变到无多想做，才知影反悔？我的囡仔。妈妈今麦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智慧是罪人，这场雨落得愈大愈好，上好是会当把我一切罪孽弄作洗掉。在遐，是啊，智慧也跪在遐，外口落真大的雨呢。奶奶，也是唔甘对无？我知智慧这个真伤你的心，我嘛看得出来，其实你的心内还佫就爱智慧的对无？妈。真正唔知要怎做才好。这是你的婚姻，你的安排，你必须要面对你心内真真正正的想法，要去想得清楚。妈，其实你这时阵，我嘛感觉对啊，你对智慧还够爱，还够唔甘啊。怎样？我真正不知道要安怎做才好。奶奶，人活一世人，总会脚步踏错，做唔对代志。啊，伫这个时阵，咱身边的人哦，一定要学会样包容，学会样原谅。我嘛知影智慧伤你真重，你一定足怨恨伊的。啊，不过人咧讲，恨有偌深，爱都偌重啊。要甲一个
这么爱的人放落，比原谅搁较困难对无？外口雨落啊大，志辉还跪伫遐忏悔。我想这次真正真心要反悔啊啦。假使你会当原谅伊，我想伊以后应该会加倍来爱你，加倍疼惜你。阿丽，你好好考虑清楚，是毋是要原谅志辉一次，该等伊厝一家团圆好无？陈志辉，哇！就这样，这陈志辉真够肥的，从楼顶移到楼下来。人生男儿膝下有黄金呐、啊，阿姨嘞，娶无上哦，叫娶要甲伊找，阿丽丽哦，嘛无爱回头。到时阵两个拢甲囡仔生落来啊，拢唔肯叫伊爸爸时阵哦，伊就真正是男儿膝下无后事啊。我讲你啦，估计要出家连阿弥陀佛都无啦。怎么样？真爱叫伊看破红尘，无望啊！哎，阿舅，阿你对查某囡唔是一套，阿过则无效啦。回去哦，爬去顶头哦，爱四高六高哦，反正我有效的。伊若敢起你哦，我来为窗仔给拆出来。好啊，哦，昨天你阿快过来过来哦，我看哦，伊功夫哦，烂了了哦，都甲春节面面烂啦，因为哦，伊面皮太厚啊啦，安怎过来哦，嘛袂破啊。嘿，哎呦！叫怎样？嗯，哎，拢无反应诶！哇，啊，假人！你陈志伟吼，一定吼做一个假人吼，也假鬼啦。反正吼，伊即下一定伫厝里吼，你乌我困啦。你看哦、喔，喂，别紧张诶，喂，假人诶！哇！原来是有斗阵伫个布达翁啦，叫怎样？咱叫骗去啊啦，是真人诶！卖插鼻，伊那爱跪哦，都跪啦，赶紧起来去。哦。啊！市长，哦，你个查哦，市长垃圾人哦，就算我只跪死哦，好阿死哦，嘛是拄啊好尔啦。等你一下，小姐。哦，阿罗炸一罐水果，要我来奶奶补一下。歹势啦，啊，大家吼拢互你破费。袂啦，那是因为哦，是你的查某囝，啊，阮刁全兄唔来当作是家己查某囝咧看待，啊，这个乌西八格，特地投资的。狗话你是，我嘛是讲出你的心声，啊，无嘛无人知啊，啊，你心情很郁卒啦。先卖吧。这叫做爱屋及乌。等等等，我是该讲了对吼。你包包内底口罩摕出来。哇，就知影，你嘛知哦。即摆有新流感哦，啊，出入去公共场所一定要戴口罩的。来，你先拍你。我有准备。不是我要用的，是你要挂的。即摆谁挂的？啊，我若不感冒咧。叫你挂你就挂你，讲话啊，你拢无用大脑哩。哎，这水果，哎，找我这些的，去。哦。太济啦。哦，多谢。
去啊！我拄啊比一摆钱哦，看到陈志辉啊，跪伫外口呢。啊，即马外口在落雨，我看起来哦，伊阁未死心呢。兄弟啊，你即马决定安怎？我今日拄好看到陈志辉甲蔡文丽讲话，看陈志辉的形哦，敢真有想要悔改，连蔡馆长哦，敢若要相信伊啊呢？你想法嘞？我嘛想要原谅志辉，好囡仔有爸爸。啊，不过经过这一切，这段感情早就已经伤风累累，我都跟较早同款啊。啊，你今仔日做我袂到位。啊，妈，我来了。我今日看到蔡馆长跟陈志辉讲话时，真有诚意，看起哦。伊敢若要原谅陈志辉呢？我感觉哦，伊敢会是？你想要问啥？我是咧怀疑啦。陈律师啊，我若讲出来，你莫生气哦。其实我知影你过去哦，甲蔡馆长有是大情啦。其实馆长我讲过，你已经知影过去的代志啊。总之，代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讲出去啦，吼。江先生。迄拢已经是足久的代志，嘛拢过去啊！你到底是想要问啥？之前啊，我是无种感觉啦。啊，无今日啊，拄到蔡无常哦，甲陈志辉讲话时阵哦，迄蔡无常，敢用一个老爸身份哦，提起陈志辉。所以我咧伊有讲哦，丽丽啊，敢会是？你哪会安尼认为啦？好啦，我拄仔讲啊，我是有药的啦吼。假使讲哦，你无啥物讲，我就准拄煞啦，无紧啦吼。不管丽丽亲生老爸是谁啦，桃林小姐，我对你态度永远同款啦。哎，水果切了。哦，烤酒真美哦。哦哟，哎，你声敢若超好呢吼。敢会陈志辉受袂开？啊！喂喂喂！志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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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！喂，奶奶。我无代志，迄是有人开车烧紧，结果烧了。我真正无代志。妈，我来陈志辉哦，气骨点点啦。你不看到这么紧张了？我跟师公。你放心，我真正无代志啦。你是不是愿意原谅我？我给你保证。我一定会做一个好阿婿，做一个好爸爸，袂阁让你失望艰苦，请你相信我好无？你袂阁讲啊！你袂阁讲啊！破镜重圆，感动人心。我不是，我希望陈志辉出代志。哇，你嘛知道我这人有柔软的心啊，我真容易哦受到感动的啊。奶奶，志辉，有什么代志起来再讲啊。
妈，过来。嘿，来来，奶奶，哇，来，饮一下姜汤，奶奶较袂冷。多谢你。哎，妈，坐。奶奶，啊，你头毛拢还袂干，你即马有心，千万唔通干掉呢。志辉，你跪伫外口遐尼啊久，你先顾你家己啦。你即马较重要啦，啊？安尼就对我啦。啊，志辉，做翁的吼，本来就是爱疼某啊。你今下当讲是吼，反派成功转型为正派，浪子回头，金盆洗手，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。既然呢吼，阮就一摆机会。会记你哦，机会难逢，打一摆机会。而且哦，想要对迄外遇迄查某囡仔提出通奸的告诉，阮阁持保留的态度。丽丽啊，啊你若要告吼，会当讲袂告人人，敢会当讲告迄外遇的查某囡仔？通常哦，做太太哦，拢是安尼做，啊拢告赢哦。啊若证据哦，真简单，就咬下去巴肚迄个囡仔，迄就上好的证据。你提上提出来啊？我是给丽丽一点仔建议。啊，即摆是轮到你做主来哦。我拢还袂讲话哦，人头前小姐还袂表示啥，你是？啊，这位，我来警告啊，这届哦，真正是你最后一届机会。丽丽哦，等于是我公调全亲人同款，你若搁较伤害伊哦，我就来抓起我全身金枪枪去控制你。这点哦，要记哈。我知影。对啊，丽丽，以后千万要记。你妈甲我拢是你靠山，有任何困难哦，莫急定定，家己来承担，一定要讲出来，阮替你解决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，知无？江先生，真多谢你。啊，不过我相信志辉即届讲的是真实，我愿意阁给伊一届机会。对对，多谢你。你先莫甲我说多谢，我愿意阁给你一届机会，比我表示讲。我愿意遐尔简单地原谅你。你甲玉美的代志，其实会当顾虑，啊，不过无想要安尼做。我伫这个时阵有心，无得开始停过笔，愿意给咱一届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想要给我的囡仔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我才会阁接受你。我希望你莫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。对，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爱你。我嘛会全心全意疼惜咱的囡仔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珍惜你给我的机会。妈，我等下想要带丽丽回去啊。你敢确定你这次带丽丽回去会当保护伊？请你放心，这边我带丽丽回去，我一定负起我做翁婿的责任。我袂阁让阮妈有机会欺负伊。啊，不要紧啦，白目昏啊，我气愈才无咧惊咧，丽丽。你若回去吼，迄白毛骨爱刁人哦，你敲电话给我，我试过学一百空八招，对位修理，甲电话金试试。啊，若迄个吼，要吃米啊，不要紧，我半尾半小时，顺带甲修理。我会试过，啊，你唔真无用，连要对付米粉啊，搁要对付你臭油米，真无用啦吼。大帅呀，嗯，啊白毛粉啊，啊要吃米啊，啊你唔是应该让社会大众配出一碗？啊，我为着要主持正义哦，我试过，确定上也不要紧。嗯，阮妈所做的确实有超过啦，唔那是试久，真侪人拢看袂顺眼。也不过这边丽丽是真无简单，我才叫伊转来，所以我无可能有机会不出耳鼻，还阁阮妈欺负伊。上好是安尼。我知恁大家拢是伫关心我，阮大家无介意我，我嘛真正无法度。啊，不过我相信，伊会看到我囡仔面上慢慢改变对我的态度。上好是安尼啦，妈，我是不是会当带丽丽走？志辉，敢会当和我甲丽丽单独讲话一下？妈，你是想要问我
敢有想过清楚些？是啊，啊，你敢确定以后唔着要缀志辉倒去？拄只楼骹发生车祸意外，互我知影我是爱志辉的，所以我愿意阁予伊一个机会，嘛要互我囡仔有一个完整家庭的机会。妈，你一定支持我对无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敢唔惊讲你回去，你大家苦读你？你明明知影讲，伊希望优美甲智慧通做伙，我惊伊哦，佫欺负你啦。因为智慧也无可能二十四小时伫你的身边保护你啊。妈，既然我做决定了，唔管我大家安怎对待我，我拢已经有心理准备去面对伊啊。我真正艰苦的是，我阁害你一直为我烦恼。我真正足不好诶，每一个做妈妈诶，拢是为囝儿烦恼一世人。我真正要确定哦，你会当好好过日子，唔通阁受委屈啦。妈，请你相信我，即个我转去，我会甲较早无同款。我袂甲所有委屈拢甲你吞落来。卡叔讲话，大家对我做出虾米超过诶代志，应该讲诶话，应该表示诶态度。我拢会表达出来，就像你妈所讲的，我即摆是做妈妈的人啊，为着我的囡仔，我得坚强勇敢，好好保护我的家庭。妈，请你放心。弟弟，你爱记哩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若受什么委屈，妈妈永远拢有你靠，知影无？我知呀。尤美啊，你莫烦恼啦，智慧早晚会转来，伊若转来吼，我一定叫伊给你一个交代。也毋过智慧哦，连电话拢关掉，我看伊根本就是故意无想要转来嘛。妈。我哪会感觉怪怪，敢若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呢？而且阮爸妈讲要来接我，我有一点仔烦恼。你想歹，我袂想啦。啊，来来来，先食淡薄仔物件啦。你腹肚内底囡仔袂堪要枵啦，就算讲你食袂落吼，加减啊替囡仔食寡，吼，先食啦。真无简单才甲我转来，咱亏欠伊这么啊多，你敢一定要用这种态度对待伊？黄奶奶，阮家无欢迎一个一干干话要离婚的媳妇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妈，是我求奶奶转来，卡叔讲你要赶奶奶出去，那安尼我会甲伊做伙走。成全你甲丽丽做伙，我做袂到。你要甲丽丽好好，尤美甲伊巴肚内底囡仔是要安怎？你即摆安尼做，是要害我这个做老母的，骨死一个，你看。妈，你是莫生气啦。臭尤美，你来提啥？我早就甲这当作是阮家啊，我当然提这啊。丽丽，虽然妈妈无欢迎你，也毋过我真欢迎你常常来阮陈家佚佗。你真正是我七夕人。拄到上唔知影分寸的啦，我即摆就甲你讲，我已经接受智慧的忏悔啊，我原谅伊，嘛倒来伊的身躯边啊，所以你即摆就甲我出去，我无烦你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幼美才是我承认的媳妇，
你无伫这段时间，人我甲幼美已经培养出少珍贵的母仔感情啊。即马无受欢迎，应该离开人就是你。妈，我求丽丽回来，拜托你莫阁闹啊！左边，我求你放阮煞，啊，至少请你即马先离开，莫阁刺激到丽丽。我亏欠你的，我以后才想办法弥补你。你对我的亏欠还阁有伤害，是永远都无法度弥补的。啊，你敢对我遐尼绝情，敢讲你唔惊？我甲咱个囡仔讲，伊的爸爸无爱治伊，伊的爸爸是一个心肝良毒的人。啊，敢讲你唔惊？我叫囡仔，我会恨你一世人。免惊。有妈妈在，无任何人会当欺负你。智慧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答应你把这个查某娶入门。你莫阁把这个大包袱拍在你家己的身上，安尼好无？这个包袱是你的新妇，是我的太太。我无承认伊是我的新妇。你无承认伊是你的新妇，你就等于是无承认我是你的囝。你即马是咧欠骂我？妈，我是伫咧讲道理。我叫你心酸温，我心内爱只有丽丽一个。你无要听我的话，把这个查某赶出去，你就是无要承认我这个老母，你就是要表现死唔好。那呢吼，我甲尤美啊来去老母顶听啦，给你看。尤美啊，行。妈。咱妈孙仔三个吼，来去老母顶听啦，给你看。啊，尤美已经在乱，你搁乱掺乱哦。今这个时阵，你搁给我在乱？好，安尼我就乱一个口，给你看，行。妈。妈，我拢听着，没有啦，都是有你这款老母囝在唬甲咱两家伙就要散的啦。无常啦，你唔通误会啦。啊，我会安尼做嘛，是因为我疼惜尤美啊。你袂记阮查某囝去跳楼，你就做疼惜阮查某囝。无常，你真正莫误会啦。我会安尼做，我是要逼志辉哦，甲丽丽离婚来娶尤美的啊。安尼做对你有啥物好处啦？今仔日就是拢你咧护伊靠，伊才会遐好大亲门大户来咧欺负丽丽啦！你安尼做人是大，无一个是大款，我实在不知要怎讲你呢。都袂嘛，唔是安尼讲啊！啊，我足希望尤美也做阮陈家的媳妇，而且伊即马巴肚内底有智慧的囡仔，是咱两家的金孙呢，我变哪有可能无疼惜伊啦？我拢知啊啦。阮家己查某囝，阮家己会疼惜。你以后莫阁甲尤美联络啊！我会希望讲，你会当好好对待伊。伊才是恁大家的媳妇。啊，若是讲尤美啊，甲伊巴肚内囡仔，阮家己会照顾。恁翁阿母实在足奇怪的，人做爸母的吼，拢会顾家己的囝儿呢，哪有参像恁两个啦？家下讲两个咧，来打击家己的查某囝。因为阮无参像你遐是自私啦，拜托咧，将心比心嘛。今日卡苏若是你的查某囝，你敢会同意未曾结婚就生囡仔？你敢会同意去破坏咱的家庭？讲一个较歹听的，你重视的是伊背后的靠山，你根本都无咧替伊设想嘛。所以今仔日行到这个地步，会用讲是你造成的啦。无常啊！我到时候讲到较歹听，你安尼讲袂输，敢若我想甚物害幼美的呢？我敢有叫伊跟我学生做伙哦？啊，你奈唔讲哦？是你家己查某囝教了无好？尤美啊，你有听到无？连美云也都讲，阮无甲你教好，伊也认为讲你所做代志都是错误的。也毋过迄无重要，因为你是县长的查某囝，伊要爱的根本就毋是你，伊是要爱恁爸爸政治上的力量。你也较醒啊！尤美啊，你莫听恁妈妈讲嘛，你嘛知影讲妈妈毋是这款人啊。啊，我之前就甲你讲过，咱两个实在足有缘的，咱有做大家媳妇的缘分啊。好啊，妈，娶尤美啊！你敢着要母甲咱两家伙啊，是大人为着咱的代志在去冤家？咱两个已经无关系啊，所以嘛无啥物通好搁讲啊。你莫迷茫啊！敢讲你袂记，咱两个有囡仔，咱两个永远拢无可能变成过去的。娶尤美。你莫去用囡仔威胁智慧好不好？你也不是未成年啊！刚讲你唔知影有囡仔，那是智慧责任，
你嘛要负责任吗？而且是你坚持要把囡仔生落来，假使讲你唔甘愿饲这囡仔，那呢，等伊生落来以后，我甲智慧做伙饲。有听到无？是你硬要甲丽丽相抢。做人哦，较讲道理的啦。行啦，来转啦。尤美啊，这家原本就属于丽丽的，咱现的。我唔甘愿。你若是离开，你的心肝就放开啦，唔通搁再安尼执迷不悟。你差钱要毁掉三个人的人生。甘妈妈来转，妈妈救你好无？啊！你敢真是忍心？你妈妈安尼当证人面头前甲你求？爸，我求恁好无？拜托恁听我啦！恁若听我，智慧就甲丽丽离婚，伊就会娶我。我拜托恁听我好无？娶咪？就准讲管着听你，我嘛袂甲丽丽离婚。尤美啊，你有听着吼？智慧安尼讲，你可袂够好心？一切拢放落来，甘妈妈来等。赵尤美，这都无属于你的感情，你得放手了。丽丽，歹势啦，我也别搁再让尤美来责诉你。尤美，好好啊疼惜丽丽，知无？我知影。来等啊！黄丽丽，你莫想讲你呀，我绝对袂安尼的准拄煞。讲你爱智慧，你是爱要搁倒来甲拖累？尤美巴肚内底有智慧的囡仔，而且是县长的金孙呢，你是要安怎甲人变哈？你老爸伫倒位？你妈妈只不过是一个卖鸡肉饭的，我想伊当初吼应该是凊彩诱拐一个查甫人，就甲你生落来，所以你连你家己的亲生老爸伫倒位，你都唔知影。安尼你的囡仔甲尤美敢有得比？妈，我真正唔知我做唔对啥物，啊，不过我妈有教我。做人媳妇，就要有好时段。遐久以来，我认真打拼在做，啊，不过你伫唔肯接受我。妈，你会当骂我，你会当对我无满意，啊，不过请你莫侮辱阮妈妈。我真尊重你，我嘛请你尊重阮妈。出去两工，就真敖讲话啊嘛吼。即摆有你阿公在听你，你就敢甲我一寸一寸？妈，你安尼讲就无公平啊！丽丽拄则讲的句句是道理，伊是倒一句误解道理啊？对，伊讲的拢是道理，你即摆你两个共讲的，我讲的拢唔对。妈，我知你无介意我，啊，不过我一定会尽着做一个新妇的本分，我会甲智慧好好友好你的。你若真正友好我。你就紧离开，紧放智慧自由。既然我回来啊，我就袂离开。我会甲智慧为着囡仔好好建立一个健康、快乐、完整的家庭。牛，真牛啦！我再看你出去，你家己出事无？智慧，我安尼感觉讲话，生活无啥物搁吞忍啊。我想要甲代志讲好清楚。这我拢知影，阮妈是啥物款人哦，我上了解啊。丽丽，今仔日是咱两个人重新的开始，咱做伙打拼，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把咱失去真久的幸福，拢找倒转来，好无？幸福，我已经真久唔知啥物叫做幸福啊。
阮老爸也是人坐遐的。小三，那遐阮老爸爱啥子？师傅啊，咱伫公园咧凊彩行行，就拄到馆长，表示讲哦好运。我今日连讲哦，会拄到总统咧。安尼啦，去买三罐啤酒庆祝一下。啊！啊！无啦，我看你发烧啊，叫你买就紧买啦，去咧。哦。总馆长，哎，刚才。啊啦，心情无好来公园散步哟。啊，是为着丽丽，啊，搁恁嫂子出买代志咧烦恼。啊，都真头痛，唔知要安怎做，才当避免这伤害愈来愈大啦。啊，都嘛唔知要安怎处理。啊，对啦，那我最是我啊，要面对两个嫂子互相伤害哦，是真为难啦。我看你讲哦，手心手背拢是疤，还是要为谁呢？哦。啊，你是讲啥？啥物两个嫂子？买个什么暗干啊？丽丽，你怎样对不？惊吓吼！伊心情为了选举的代志哦，我已经查过，大概连小姐也袂见啊。马仔讲哦，你过去该有一段情，所以我对丽丽先生真怀疑。丽丽，真正是你的嫂子对不？就算我即摆查丽丽是我查某囝，又安怎？也袂当改变甚物货啊！我即摆所想的是，要安怎才我都弥补一切遗憾。啊，莫想遐济啊啦！虽然哦，我无做老爸经验，啊，不过有一句话，毋是讲子孙自有子孙福，对无？嗯，这句话我较早不是嘛在讲，安就对啦。你只要尽到一个哦，做老爸应该有责任，安尼就够啊。想要到今仔换你来安慰我，多谢啦。哎，讲多谢就千分啊！哦，是讲哦，我即摆敢若希望讲哦，既然知影丽丽是你的嫂子，我希望你甲斗相共，莫阁有米哦，阁伤害伊啊啦。